Hello 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你怎么啦？我今天脸有点过敏，所以有一些伤口，那我就想说，不如就直接遮起来。与其遮，不如就直接贴起来。像是如果就走在街上，如果有一个女生喷了一个就是我很喜欢的味道，其实它真的会让我回来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香味比视觉还要迷人。就是有时候你视觉不一定可以记很久，但是这个香味你可以记。就是在这个开放的时代，喜欢谁都不是一个问题。我觉得这都是应该是我们应该必须要去了解跟知道的事情，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剧本的地方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剧本学习到一些东西，可以学习到一些爱。Hello， 大家，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支持最后一集，我们一起收看，好不好 ？L 的读者们，忘了提 L 这样子。